系啦，文字上嘅提供啦，咁你可以 send 个 email 过嚟啦 ，mnpoon0202@icloud.com， 或者有我 Facebook 可以直接就 PM 俾我都冇问题嘅。咁不过就因为嚟紧我哋年28就星期六啦，咁啊冇节目啦，29就星期日啦，咁跟住就星期一我哋就开系年三十就开始放假啦，咁啊放到年初七。咁年初七我哋啱啱落机就返嚟做节目㗎啦。哇好赶喎。係啊，夜机七点零钟返到嚟咁即刻会做节目㗎啦。咁所以到时对就即大家会睇到我哋去美国所拍返嚟嘅片啦，大约会咁样啦。咁所以初七就会复工。咁当然啦，我哋年初一至四或者年三十呢都有啲特别嘅节目安排啦，会听下啲生肖上面嘅嘢啦。咁一如以往啊都会咁样㗎啦。咁希望大家都係啦，咁都拜年啦，过节嘅时间都有节目睇到噶。好啦，我哋今晚嘅嘉宾咧就一张纸，头先都讲唔晒喎，差唔多啦。我差唔多啊，阵间仲有其他啊。OK， 好啦，我哋免费时段就到此为止，听下电话啦。Terry，hello Terry， 喂，喂，听到嘛？啊，听到听到。好嘅，喂 Terry 你好，喂你喺边度啊？咁嘈嘅你？哦、我喺条街度啫嘛。O K， 嗱你唔好行啦吓，坐定定。Okay. 好，有仙尼师傅同埋嘉宾啊，肥婆啊。你好，仙尼啊。O K， 嗯 ，O K， 点啊 ，Terry？ 系，讲得噶啦，讲得噶啦，嚟啦。唔使等。唔好意思，唔好意思，我叫 Terry 啊。系啊。咁我系之前都打过嚟嘅，我之前系翻麻雀馆咁讲过嗰个麻雀会嗰个事件啦，即系意思就系好多嗰个东北位啊。哦。即係意思就係、是、哇發生咗好多事啦，自己又撞過嗰啲嘢啦。OK， 咁嗰陣時咧就仲喺嗰邊做緊咧，咁依家冇做就可以講翻出嚟先，因為都隔咗一兩個月。嗱事件嚟講，我都要講啊。嗱，原來嗰間麻雀會啊，嗰陣時我啊問過嗰啲做得耐嗰啲人啦。佢二月份嗰陣時咧，佢嗰陣時佢係養咗只狗嘅，只狗啦生咗三隻嘅，咁、其中一隻咧喺嗰度咧，一生出嚟就抽搐咁样去，跟住后屘就去咗啦。呢一样嘢啦，咁就令到可能身边所有人都好震惊啊，点解会咁样嘅咧？原来系啊，系嘛，即系发生咗咩事咧？咁另外第二样嘢，我嗰阵时亦都系做啲针爬递水嗰啲啦。即系主要系入房可能帮人斟下茶、执下烟灰斗嗰啲啦吓。咁、跟住之后咧，其中有一台啊，其中有一台我去到系几个阿叔嚟嘅，咁佢其中有一个阿叔咧就打麻雀，我唔知佢系食炸糊啊，定系出冲嗰啲啦。咁佢系起身好嬲咁样揼地咁，好味，讲咗四个字咁啊。跟住之后呢我都咁我係入咗房㗎嘛，嗰时帮佢哋執緊嘢㗎嘛，跟住我见到係有个黑色好黑嘅嗰啲类似女个婶咁样啦，係望住佢喺度打牌囉，係直情係企咗喺嗰个揼地嗰个师傅隔离囉，咁跟住我係諗點解呢，究竟就係因為你要知道一樣嘢，就係可能以前好多我聽過就係好多巫山師傅啊、錄音嗰啲成日都係揼地㗎嘛，成日會係咪係佢係嗰隻類似揼地嗰一揼嗰陣時嗰、那個即係我即刻睇到啦，咁我佢哋梗係唔知啦，咁事後我係好驚到一樣嘢，就係、是、即刻走返佢出去囉。咁你即係點呀，佢請神呀、請同佢唔係請靈神，可能我睇到一樣嘢，佢係喂佢係輸錢嗰啲嚟㗎，即係出衝俾人食嗰啲嚟㗎。即係係咪隔離有一個呢係佢會黑啲呢，我唔知點解啦吓吓。咁唔出奇，咁你呢啲麻雀館地方咁你本身可能裏面都有呢，同佢冇關嘅，根本就係咪是啊，咁我睇到係睇啦，咁咁直情你問我係講我喺返嗰間麻雀會啦，返咗三四個月個時間落呢，其實係真係見過五六次嘅，好誇張。五六次嘅靈體出現啦。即係直情見到呢後面啊，即係間房冇人㗎嘛。有個阿叔係嗰啲七八十年代嗰啲衫褲㗎。哦，
坐咗喺度。嗰啲喺我后边行过，我已经去到冇晒感觉噶啦，已经去到。咁嗰啲佢本身系会惊嘅，咁嗰啲佢会停嘅，行嚟行去定系会都闯。唔系，嗰一秒一秒冇咗噶，但系见到噶，好清晰噶。哦，会唔会闯到打牌噶？咁、你问我嚟讲，咁当然我自己一个见未必有人信啦，可能以为哇，你系咪眼花啊，成啊嗰啲啊，系咪？其他人其他嗰啲喺做嘢嘅阿姐啦，我有听过阿姐讲，就系佢成日咧听到有一把声啊嗌佢咧阿姐咁样嗰啲啊，男仔声嚟嘅，阿叔嗰啲嚟嘅吓，咁就佢就望下边个啊边成啊咁样走嚟走去啊，系冇男人噶周围，即系嗰把声系连续咁样出现咗两三次，而系同一把嚟。我听过阿姐记得就系成日嗌佢，但系就冇嘅，个人就唔喺度咯。即系问过周围嗰啲房，系冇咁样。呢啲好似好轻强啫，房屋是有嘅，呢啲好轻强。咁其中有一个你可以话系比较高龄少少嘅人物咧吓，嗰、那个啦，嗰、那个就系、是即系佢自细都有呢啲感应都好强嘅吓。佢直情系飘到有嘢，佢执紧房嗰阵时啊，有嘢系吹佢嘅耳仔噶，即系有人喺佢隔篱吹佢耳仔，但系当时间房系空噶，佢、就我听佢讲，佢就即刻念晒啲咒语啊，成啊嗰啲出晒嚟咯。喂，真系都唔出奇啊呢啲，因为你本身老细日日就喺度烧嗰啲金银衣纸啊。招来咁佢哋咪喺度咯。老细就冇烧，但系最主要就系嗰个东北位嗰个位咧，就嗰阵时就日日都有人拜，因为嗰个位老细佢有一间房都系瞓喺嗰度噶嘛。咁日日就因为我之前讲过就系嗰个牌咧，嗰个领主位啦，系上一手嘅。即系之前未开麻雀会之前咧，系可能做其他生意，之后留低喺嗰个位嘅啫。咁之后日日嗰阿姐拜，咁有啲阿姐，咁我嗰阵时系生嚟噶嘛，咁一定系生嚟生猪肉，咁有啲咩事，我系凌晨三更半夜走去拜，要去装香咁样。啲阿姐系唔敢去啊，成啊，咁我去啊，我成日发觉一样嘢，我拜嗰阵时咧，一开头咧系好好噶。是好到不得了的吓，咁去到隔咗一两个礼拜之后咧，其实系真系已经知道咩事啊，即系有啲嘢可能要还嘅。即系你我拜就拜，咁你唔会就咁拜啦，拜啊会求啲嘢咁样啦，系咪 ？OK， 好啦，多谢你分享啦，明白啦，唔该晒，好，拜拜 ，Terry，OK， 唔该晒。誒唔出奇啦，呢啲咁嘅地方係咪啲娛樂場所咁實有㗎啦，係咪？咁啊好輕強啫，吹下你玩下你，誒冇事啊。OK， 佢有喺度可能係幫到生意㗎，呢啲基本上係咪先？會，尤其你呢啲咁嘅地方一定有嘅。係啦，正常啊，基本上啊。好啦，喂，去翻我哋嘅嘉賓嚇阿肥婆啦。係啦。好，咁嗰單嘢完咗未先？你而家一路講屋企啊，你嘅身體啊，嗰啲嚇冤親債主啊。未嘅，其實都未完嘅，自己正在進行中咯。咁啊，假以時日，應該就會功德圓滿啦。係，而家仲未嘅，而家仲要個個禮拜上去嘅。好，明白。係啊，另外有啲咩 case 啊？其實另外一個咧就係都係發生呢條村嘅。咁就係第一次真真正正去WhatsApp 聯絡啊 ，Cindy 師傅同埋 Dorothy 同埋全心啦。咁話算我搬入去咧，就係2017年4月。咁入到去之後咧，就其實間屋係怪嘅，因為我村屋一樓咧，其實就望到樹就冇乜太陽嘅。咁但我房有棵嗰啲黃皮樹。咁嗰個黃皮樹咧好大棵嘅，唔知點解黃皮樹應該就唔係咁大，佢嗰棵係好大棵嘅。咁我就會見到啲好硬淨嘅黑色嘅嘢一團團喺度。咁我係就知嘅咩啦？我知嘅，咁但我見佢唔搞，唔開窗，跟住落簾遮咗佢算，當冇咗個窗咯。咁但係住下，跟住咧就即係其實久唔久都會見到，但係佢多數都係黑影嘅啫。咁行過路過我又唔理佢啦。咁就嗰陣時適逢咧就係我有個有隻細嘅北京狗女。咁我叫佢做姐姐啦。咁姐姐咧就因為年紀大啦，咁咪隻眼仔要做手術。
要切咗隻眼仔，咁我驚佢唔得，咁我就啊，不如問阿 Dorothy 同佢傾下，佢有冇白，即係夠唔夠意志力啊，夠唔夠正能量去做呢個手術咯？我其實就咁簡單嘅啫。咁點知一傾咧就死火啦。Sorry， Dorothy 復咧就佢盡量啦咁，但係一路路傾落去咧，就原來突然間就即係傾下傾下咁計，咁啊阿 Dorothy 就同我講，佢話。唔系喎，唔紧要啦，冇人知道你啲狗系咩名嘅，其实唔得啊，因为咧我哋嗰条村咧就好细，同埋我日日都同佢落去，系咁就咁样爆响就好似对人哋唔系几好咁解啫。哦，时间啦，呢个付费时段冇人听噶啦。你日日都系咁讲嘅，系啊，冇人听噶啦，得啦，嚟啦，嚟啦。好啦，咁就咁啊 ，Dorothy 就同我讲，佢话姐姐讲俾佢知。有个很恶的灵体，要带走他，他连手术都不用做了，他要走了，他不可以陪我了。哦，我听了就真的奇上加奇了，都不是那回事。但是又觉得都要搞清楚件事嘛。好在待定了Cindy师傅的电话，就立刻求救拍张照过去。真的Cindy师傅回我就是说有个恶灵要带走你的狗狗。咁就即刻就师傅都唔等啦，即刻帮佢做，跟住即系隔空咗啦，咁样即刻系啦系啦，咁啊搞好咗，啊我又好犀利，搞好咗，因为其实嗰阵时先嚟师傅叫我唔去间屋噶，叫我落去楼下嘅，咁做完 WhatsApp 我就上翻去睇佢，佢真系定咗，真系 OK， 好似好平静，咁个恶灵本身系入嚟噶，定系原来都系你嗰啲冤亲债主嚟噶？冇考究，唔知啦，定系可能系唔系？可能系狗狗嘅冤亲债主咧？哦，系咪啊？都系要带走咁大件事，即系狗本身都有冤亲债主噶嘛？人同狗其实除咗讲嘢沟通，冇嘢唔同噶。咁啊，完咗呢件事之后咧，咁就变咗成日都同阿 Dorothy 有 WhatsApp 啦。咁啊，倾下佢嗰个手术啊，可唔可以做到啊？佢逆正能量发挥唔发挥到啊？咁即系其实环绕住都系呢样嘢嘅啫。咁但到好啦，直接做真系做到个手术 OK 啦，咁冇事啦。咁但系喺嗰个时间咧，间屋都成日咧好多朋友仔走入嚟。因为我哋用系电热水炉噶嘛。系要好大声啪先开到炉噶嘛。咁佢试过有一次帮我啪着咗佢，我已经行过，咦？因为间屋人系得我个啫嘛，我跟住就一只狗两只猫嘅啫嘛。咁边个同我拍嘅咧？系咪先？咁冇可能嘅事噶嘛。跟住咧就玩电视，我行埋去个电视度，个电视就会雪花冇嘢睇。我行开咗佢就冇事，咁即系唔系坏咯？Sorry， 咁之后都一路路咧有 WhatsApp 翻啊，先嚟师傅睇间屋，因为原来系好多嘢嘅，咁又系走去即系要清咯。系啊，咁但系。搞我只狗仔咧，都系周知无日嘅。最终点啊？佢最终咧就做到个手术，叫做好翻，但系去到尾咧都系唔得。因为佢成日都见到啊，佢一见到就话俾 Dorothy 知，因为我又 feel 到，因为最惨就我只，我另外有一只猫又阴阳眼啊嘛。吓，咁佢就会知道姐姐哦舐嘢啦，佢就喺度狂喵啦，跟住。攋嘢嗰個就喺度震震震啦，好似我其實我有事，我就係震震震噶嘛，上到去上面。咁原來我只狗都係咁嘅，都係震震震嘅。咁我就會即刻 WhatsApp 阿 Dorothy 問咗，證實咗係，即刻就揾阿 Cindy 師傅救命。好煩喎，咁樣啊！唔係煩，因為我唔其實我好耐初期係未見過佢嘅，但係我覺得呢人成日都係。求救系咯，永远都系咁样，因为佢自己又见到啲猫猫狗狗又见到，咁即系一冧沉嘅咁样，即系系啊，系咯，咁一冧沉之后搞下好啲，又翻嚟。其实嗰阵时系有封屋嘅，系，但系就好不幸地咧封咗屋，但系原来啲朋友仔又可以跟住啲物件摄翻入屋。因为其实有一次咧，就我同只狗仔放狗，我哋行紧路。我哋見到我見到迎面有個女仔，我行佢又行，咁即係對面啦，大家對面行兩行之後咧，唰一聲唔見咗佢。
咁我又見慣嘅，咁我又唔理佢，咪見到咪見到咯。咁啊翻屋企啦，咁啊放完狗咪翻屋企。翻屋企咁我只狗仔就好驚啦，又是好驚咯。咁我今次我就望到，我好肯定係一個著白色袍嘅女人，因為佢喺我膊頭邊 check 過。跟住我只狗就震震震震震震，同時間咧其實就係、是、好啦。咁跟住梗係例牌揾 Dorothy 啦，又咁啊問阿 Dorothy 發生咩事咧？佢話咧，狗狗話有個白色著住袍嘅女仔長頭髮嘅喺度嚇佢啊，所以佢好驚啊咁。所以我又覺得原來狗仔真係有陰陽。唔係佢哋係咪識唔識翻人定係鬼㗎嘛？識佢點講係鬼啊？我以我所知咧，佢系俾 picture 俾阿 Dorothy 睇嘅，哦，俾 picture 嘅，但系佢亦都可以沟通嘅，嗯，因为 Dorothy 都好高层次噶嘛，嗯，咁所以我就终于知道咗，原来狗仔系会有阴阳眼，猫仔系亦都会有阴阳眼 ，OK， 系啦，咁啊，终于就走咗啦，终于走咗，系啊，终于走咗啦，咁即系好一时又嚟探下佢，跟住又吓佢，咁但始终即系年纪大啦，咁终于都走。走咗又得意喎，因為我同佢好 close 嘅。嗯，嗱，佢翻嚟咪有啲嘢先，一陣間再講。佢費如等得太耐，你話阿 May 嚇啦，阿 May，hello。喂 ，hello， 你好 ，Edmund。係啊，就先師傅。hello， 先師傅你好，嘉賓你好。你好。好。係，咁我個分享咧就係、是、本身咧我就我先生咧就係2016年咧就走咗嘅，突然間。是走得很急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突然间走得那么急咯，因为是他就说他是说他染了些细菌，跟着就入了医院三天就走了。跟着他回魂那天呢，他就回过来，那我就感觉到他回过来听到些铁链声啦，那就同埋呢是感觉到呢他埋过来我床边。坐低过，咁跟住到天蒙光嘅时候咧，佢就咁佢就好似如常咁样啦。因为佢天蒙光嘅时候咧，就应该系窗口走嘅，系佢就好似如以前咁样啦，就去拖力啦。咁我就感觉到佢去拖力嘅声，咁跟住之后咧就冇见过佢啦。同埋咧，我好想问咧，我想知咧，点解咧？佢会走嘅时间咧系咁啱咯？咩叫咁啱？因为咧佢就系6月18日生日嘅。咁但系佢走嗰日咧就啱啱系12月18日。咁都冇乜特别啦。系冇乜特别嘅喎，有咩特别啊？我觉得好突然，好。即系好奇怪咯，点解系咁啱嘅日子又系18日咧？唔咁啱嘅啫，系咯，唔好谂太多。哦，咁同埋咧，因为而家咧，我先生咧就个骨灰咧就已经系上咗位啦。咁我就张相咧就摆咗屋企嘅神海。咁我而家咧就早晚都装香嘅。系，但系我又不知道我先生呢其实他有没有回到会不会在这里。怎么问不知道的。不做问事的。是的。不做这问事。不会的。是啊。即你可能要问。你自己可能要问一些问米或其他问。是的，你问其他师傅。是的。我要问其他师傅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那还有我想问一下呢，关于我想问一下 Cindy 师傅呢，啲因啲咩冤亲债主啊，系啊，冤亲债主系啊，系啦，咁其实系啲咩嚟嘅咧？头先咪讲咗咯，系啦，你听重温啦，唔讲啦，重复咗噶啦。哦，好嘛，咁如果我想问啊 ，Cindy 师傅问一问我自己有冇冤亲债主咧？咁系咪可以直接打话俾阿 Cindy 师傅？你 WhatsApp 俾我可以，系啦 ，WhatsApp 啦 ，WhatsApp 啊吓，系啦，电话未必听到，好冇？哦，好啊，唔该晒。好啦 ，OK， 好啦，自己上边啊。唔该你，拜拜。OK， 好，拜拜。其实即系如果呢啲情况咧，我就觉得
因為啱啱發生嘅啫，咁所以先生翻翻嚟係正常嘅，我會即係你有佢嘅位佢喺度係咪先？你擺上嘅裝香呢啲係正常。係啦，佢喺度都係正常嘅，咁但係我相信你都希望佢喺度嘅，不過就唔好太過傷心啦，因為如果係咁嘅時候，可能佢都唔捨得走嗰啲嚇，亦都快啲希望可以能夠做到一啲超度啊，帶咗佢去一啲暗堂嘅地方咁樣啦，係咪？等佢可以受多啲香火啊，聽嗰啲經啊，咁就變咗可以盡快超聖咁樣啦，係嘛？即係如果長期喺屋企都唔係咁好嘅，係嘛？會咁樣啦。好啦，翻嚟之後啊，咁就係咪問咗公眾人士㗎啦？會唔會啊？嗰、那個公仔哦，問咗啦，係係咪啊？係啊，係啊。好緊張喎、啊！究竟我哋需唔需要做一啲防備咧？去呢一個妙思入面睇嘅時間啊，同埋會講翻俾你知，頭先個公仔點解喺啲外國嘅媒體上面咧，佢係咁犀利啦嚇！喺呢一個妙思入面裏邊係排頭位啊，一定要去睇嘅啦，同埋佢發生過咩事咧？轉頭翻嚟同你講下呢個 Peggy 背後嘅靈異事件。欢笑中，恐怖在先。